国历节除了爱食肉粽、应景以外，这个挂香芳嘛是真传统的民俗活动。第二工地一间有200年历史的香铺，是美玉冰箱，业者施启义高龄91岁哦，也是真用心伫咧传承这款祖传的独门中药烹料，来做成这手工的纸香芳。透过镜头，赶紧来去看卖。鹿港镇西美玉香铺91岁第六代传人施启义提出百草根、丁香、桂心等大约20种草药，甲独门秘方，将即挂药草磨做粉，一克一克真小心的刻入去粉红色的纸中，然后包做长高型的香芳。用药啊，啥物来偷偷这菜虫啊，所以啊，过来啊传染病，过去啊传染病。所以才就这汉药材的时来去这个虫虫啊，人比较人的爽快，安尼就对了。这个是像日本时代，像迄马就再到大陆，迄马转向香店最一见的就是这啊。这个手工纸香芳无伫咧卖，只有伫咧五日节前后才会提出来甲乡亲结缘。只有在端午的时候，他们才会用这样的香末来分送给大家，因为希望大家能够祈求平安顺利，那不要被这个毒虫者给咬伤、折伤之类的。挂香芳的原因是为着要辟邪，各色的香芳内面有放做香的原料，伊的香味会让人心情沉静，完全无亲像化香料迄款，让人鼻骨就会感觉无爽快。佩戴这个呢，也让你的香气宜人。所以呢让你跟人家相处的时候也会感觉很舒服哦。所以这是最传统的香包，慢慢呢才演变到其他不同的，比如说用这个粉末去印制的一个实体的香包。那现在呢最流行的就是用布去缝合出来，那缝合出来呢以前也是用这样的粉末的香包把它塞到这个布里面去，但是因为成本的考量，那现在里面有些布的香包里面呢所塞的这个粉末呢并不是这种天然的，有很多呢是用了香精之类等等，所以现在呢是跟以前不同之处的地方。现代香芳用色真多，青盐讨喜，古早香芳是用各种枯糖，挂香芳也成为代代相传的民俗文化。大中华新闻林本音陆港采访报道。